兄妹真蠢。凭什么哈小美的饭比我多两粒？妈妈你偏心。妈妈给你夹的青菜比我的长了两毫米，不公平。这样够公平了吧？这还差不多，谁也别想占便宜。干脆以后吃饭用秤好了，省得我洗碗。孩子们，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礼物。凭什么你的玩具比我的大？凭什么你的有头发，我的没有？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既然这样，那就一人一半。好爽。那这样呢？我排了3个小时队才买到的限量版呢。你们又怎么了？凭什么妹妹的房间有柜子，我没有？凭什么哥哥的房间有沙发，我也要？别吵了，你们干脆换房间睡吧。我同意。这样我就可以趁机把游戏机藏到哈小美房间。趁妈妈还没发现，正好把昨晚尿湿的床单转移到哥哥房间。哈小乐，多大人了还尿床？还有你哈小美，居然敢偷偷玩游戏！是你。